如来祖师大德聪明啊！世间人啊，这现在这个资源丰富，科技进步啊，这个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用的东西，比从前无论在质在量都进步太多啊！在从前农业社会，穿一件新衣服不容易啊！啊，一般人在一年大概才做一件新衣服，过年时候穿。啊，穿到新衣服啊，穿在身上啊就不自在，为什么呢？非常爱惜它。啊，坐在哪里要看看这个座位干不干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人穿衣服，这衣服穿人呢。啊，所以佛门里面的大德，衣服新衣服做好了，把那个旧衣服破旧的衣服不要的那个剪一块布贴在这个身上。啊，你们看这个出家人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块，这一块现在都是用新布了，不是用旧的了。在从前是旧布啊，砸在这个地方，这叫什么？叫贴心。看到这个新衣服，把它当作旧衣服穿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祖师大德想出来的方法了。这里面的意思都很深。啊，叫你什么呢？念念呢，不要被境界所转。你要能转境界，你被境界转的时候，那你的亏就吃大了。